谢谢大家的掌声，谢谢您。大家都爱听相声，对呀、啊，尤其爱听您的相声，爱听我。这位老师十分的优秀，哎，您夸奖，百般的才华，是吗？众多青年演员当中，您啊，激励鹤群。我激。呱呱呱呱呱呱！激励鹤，你这个应该是激励鹤群了。他不懂成语，谁不懂啊？嗯，那叫鹤立鸡群，特别的棒。您夸奖。相声有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。具体到您本人怎么样？我呀，要说都好可谈不上啊，我就这个学唱还不错。啊，具体您说一说。具体就这个快板书数来宝，这还可以。也不是还可以，相当可以。相当可以。哎，快板数来宝，这门艺术呢含金量很大呀。行，十几年的功。别说了，一说就是这个啊，他们一说就是这个。我们这个艺术有含金量，有难度。有什么难度啊？我相当可以，有什么难度我能不知道吗？你这么轻狂，你真不知道。正好借今天这机会，哎，我也给大伙普及普及数来宝的基本要领。行，要唱好数来宝，嗯，需要掌握以下几点。第一点，嘴里得清楚，口齿。对吗？关键。对，不清楚不行啊。嗯嗯，因为你不可能说话让观众听不清啊，对吧？你要说话多少观众听不清，那个这口就不行的呀。啊，这位老师的舌头记上了。第二点，得识数吧，这是最基本的，这是做人最基本的，不识数不行。废话。哎，第四点，脑子得好。还有脑子吗？嗯，哦，这个脑子好不是说智商高反应快啊，哦，主要说的是记忆力。还有记忆力。为什么？因为台词特别的多呀。是的是的，你不可能说你唱着唱着你忘了。嗯，哎，你唱完你又唱回去了，那不行啊。就来回说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嗯，第五点，嘴里得清楚啊，不清楚不行啊。哎，掌握这八点，抽筋儿了。啪，掌握这啪点，这八点。活汤姆猫的人。活汤姆猫，基本上唱的就相当可以了。听你这一介绍啊，你相当可以。你拿大的开玩笑，多不负责任呢。咱不提别人，认识我吗？你怎么了？这是我的强项。你的强项？快板数来宝啊，我从这么高我就唱。你跟我比，你去年就唱了。我这一年我吃化肥了是吗？我废话，人有长这么高的吗？小辫这么高，童子功，懂吗？我就学得早。我会一百多段，你跟我比还相当可以。一百多段干嘛？你说那一百多段我都会，我唱一段你随便唱，你唱出上句来我给你接出下句来。这是你说的啊？怎么着？我要唱上句，你给我接下句。对，你要接得上来啊，我拜你为我的滴了搭了孙儿。不稍微等一下，我要计算一下我的辈分。孙儿，重孙儿，太孙儿，嫡孙儿，嗒嗒嗒了，嗒了孙儿，嗒了嗒嗒了嗒了，
滴滴滴了哒了，你吹着喇叭来的是怎么着？你就接不上来，你唱啊！瞎说一百多的开玩笑呢，嘿！数九寒天冷风嗖，转年春打六九头，正月十五龙灯会，有一对狮子滚绣球，三月三华阳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，江水入伍的战士叫新兵，入伍一年火山爆发天地动，咱们中国人民说的是唐僧西天去取经，咱们跋山一轮明月当空照，苍松翠白满，闲言碎语不要讲，表演表好，闲言碎语不要提，表演表演，太阳一戳照喜庆，狼来喽，虎来喽，老李拍一，我拍一，神雷得发，我神要带雷回家，墩墩墩哒哒哒，看我的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带着礼物走，他百音必有果，你的百音记得双击么么哒，记得双击么么哒，记得双击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还跟我这记得双击么么哒。来，你过来，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。什么都能唱，你唱上来不光荣，这又不光荣了。经典名段、流行乐曲，我们亲爱的朋友都会，这倒是。我真拿出来我压箱底儿的，你来得了吗？你能唱什么呀？绕口令。对，这绕口令我最好。你怎么什么都最好啊？你绕口令嘛、绕口令首先来说讲究什么？讲究嘴得快。嘴不快不叫绕口令、我不瞒大伙说啊，我这个嘴是最快的。还有讲究就是脑子得快，反应。我不瞒大伙说啊，我这个脑子是最快的。俩你都快。你要具体说这俩哪个更快啊？我现在我这个脑子已经跟不上我的嘴了。那你是痴呆了那是？有病情了这就。什么有病情？不就绕口令吗？对呀、随便找个东西随便一说就一段绕口令。那么容易？大伙儿都熟悉网上那个什么呀？红鲤鱼。哦，对对，您红鲤鱼绿绿绿绿绿绿绿。老师，您这绕口令哪里绕口了？主要是快呀、快吗？我刚才说了八遍，就噜噜噜噜噜噜八遍。这一般人来不了，喂猪的就行啊。人天天噜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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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噜，人不得说一万遍？这喂猪的干嘛？这还是简单的，还有难度的哦。黑化肥。哦，这不好说。我去，黑化肥发飞飞飞飞，飞发肥飞发飞发发，飞飞发肥飞发飞飞。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化肥呢？飞飞了。一段绕口令把这主角说飞了。你别看你没说上来，你说上来也不成。说上来都不行。你说你快板唱得好，我们要求是打着七块竹板为我们亲爱的贵宾们演唱绕口令。你能唱吗？这是我的强项。这又强项了。我唱得上来。我也能唱上来。你说什么？你能唱上来我就能唱上来。跟我较劲。而且比你唱得还好。听我这个。你唱啊。好，唱得不错。真好。这提点意见行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您唱的是真不错，就是这个声音小点了。我还没唱呢。你唱啊。打南边来了个气不休，手里拿了个土坯头，去打狗的头，也不知是气不休的土坯头打了狗的头，还是狗的头碰坏了气不休的土坯头。打北边来了个秃妞妞，手里拿了个油篓口，去套狗的头，也不知是秃妞妞的油篓口套了狗的头，还是狗的头钻进了秃妞妞的油篓口。这就是狗啃油篓篓油篓，狗不啃油篓篓不漏油。真不错呀、别不错，你唱啊。该我唱。你说比我好。我要唱我就不能按照你们传统这来唱。我们这是经典。还经典？我给你来最新潮的方式。什么唱法？用说唱唱绕口令。说唱能唱出绕口令？你等着。
真是，咱听着都新鲜了。这人是怎么想的？拿说唱唱，要拿说唱唱绕口令，好有一比。就好比是这小猪佩奇炖排骨，自取灭亡；好比是小猪佩奇讲三国，胡说八道带呵呵。要要，还DJ， 给我放个曲儿。绝对让你听不够，刚才他唱的狗啃油漏漏油漏，我凑近一闻，原来他有口臭，拿着七块板在台上简直就是作秀，看着身材伟岸，其实身高1.16米，他以为自己优秀，其实是关键守旧，我用动感的节奏来引领鼠来宝的潮流，所以听听我最新的绕口令的说唱，绝对颠覆我们在你心中传统的印象，所以竖起耳朵给我加大话筒音量，听完之后我一定能够炸翻全场，是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兵排北边跑，炮兵啪把标兵碰，标兵啪碰炮兵碰，发了白了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，炮了兵了兵了排了北了边了跑，炮了兵了啪了发了标了兵了碰，标了兵了啪了碰了炮了兵了碰，八百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兵排北边跑，炮兵啪把标兵碰，标兵啪碰炮兵碰，发了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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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坡，发了兵了兵了排北了边跑。跑了兵跑吧，跑了兵跑，跑了兵跑跑，跑了兵跑，怎么样？这就是我的绕口令的说唱，听完是不是想集体为我鼓掌？不要着急，还有一段更加疯狂。那么接下来，请大家继续欣赏。是正月里，正月正有姐妹二人吹光灯，大姑娘名叫粉红女，二姑娘名叫女粉红。粉红女身穿粉红袄，女粉红身穿袄粉红。粉红女怀抱粉红酒，女粉红怀抱酒粉红。姐俩找了无人处，推杯换盏饮料连。女粉红喝了粉红酒，粉红女喝了酒粉红。粉红女喝了个酩酊醉，女粉红喝了个醉酩酊。女粉红打了粉红女，粉红女打了女粉红。女粉红撕了粉红袄，粉红女撕了袄粉红。姐俩停了手，自己买鞋自己缝粉红。女买了粉红鞋，女粉红买了线粉红，反缝缝缝粉红袄，缝反缝缝袄粉红，造不造？就连我都没有想到绕口令居然可以插出另外一种音调，不光会说相声，还要会摇摇切个闹。不要忘了记得一会儿要给我们投票。唱上来了。